個電壓的變化，例如30秒後的電壓去到 1.9 V， 紅黑線呢就是太陽能供電輸入電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塊太陽能板。個太陽能板，太陽能板咧，佢嗱而家都好大太陽啦，曬落去光。跟住咧，佢喺依個接駁位接住嗰個車咧，佢就有電能啦。我哋今次咧係車喺依架太陽能車。我学识咗电池接驳并联串联嘅各种好处，例如并联嘅话，佢嘅好处就系、是，佢好处就系可以增加储藏嘅电量，而串联嘅话就可以增加电量。电池就可以放起，永不放弃，人面世事心中永记，苦楚之中找到生的趣味，我更是不肯放弃。虽然我哋中间可能有啲上面都冇咁丰富，但不过我哋喺度都感谢全联中学同埋老师，更加感谢大会嘅工作人员同埋学员，俾我哋呢个难忘嘅经验。种种转变迫使我去面对，绝无话躲避。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，定立方向。